山中最好见。虽然我不出题啊，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皮是非常非常的滑，真的连肉都非常的滑，那个煮的那个过程，然后煮的那个时间拿捏非常好，非常的滑嫩，然后还 Q Q 的，那个肉保持的 Q Q 的。如果说你对吃鸡饭是有一点的要求的话，比如说我主持人习惯的吃烧鸡，那其实你可以来这个尝试一下它的这个炸鸡。更多国家只在八度空间。